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复仇者，不复对，仇。刚刚然后阿瑞说他是加拿大。他是加拿大，然后口巴他还没有，啊，我是那个没有殡其葬，他的，因为我是是殡冰仪箱。员，对，因为我是随机追到的，哦，所以我怀疑是口巴。所以现在剩口巴跟阿瑞，如果阿瑞等一下死掉啊。因为阿路说他是加拿大，你真的是肉汁？是啊，我是肉，我如果不是肉汁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你想太多了，我不可能会放过你那个时间，让你在那边跟我聊天，对吧？其实也说，那等一下阿瑞死掉的话也会拉警报啊，对啊，那反正我们两个就等于待说在这里啊。会。看到阿瑞倒在那个内厅那边哦。内厅，你们干嘛啦？对他是对加对拿对，大哪里？吗？阿瑞是加拿大人吗？他刚刚说他是加拿大人吗？没吧？加拿大不是他啊。我刚刚就看到他尸体啊。吴妈，你想一件事情。哦，我们刚刚两个待在哪里？客厅没错，不对，口巴，你刚刚不是一直跟着阿瑞吗？终于我分没有跟散着了。啊，我没有跟着阿瑞啊，我跟他分开的啊，我是后面才看到他的啊。是啊。你要确定哦，跳错就没了哦。哎，没犹豫啊！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饭厅那边。没有，你要想哦，他是变形者哦。好吧。变形者哦。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个可能。哎，怎么是我？我说我是殡仪员呐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再分手。你不被信任，你不被信任。不是啊，你跟阿约在一起啊，他把人安置在你们四个人了，你那个时候我还在跟你讨论呢，遇到前面有空窗期，会怕。哦，高飞，高飞哦，前面有空窗期。对不起，太扯了，这太扯，这太扯了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。我都把两个选项删掉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也在混淆，我妈最近说啊有变形者啊。没有，你要知道那个变形者变成人，但他的声音不会变。我问你，我妈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阿伦？刚没看到阿伦。OK，你那个视角差一点点，你可以看到他，你就知道说我是真的了。所以啊，你跟阿月在一起，然后加拿大的扣吧扣吧。对，我知道你是加拿大啊，反正我想说，然后你觉得是阿月。